在来到我是基隆的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。大家有看到我现在深深的装扮吗？告诉你们答案，我就是周公瑾士爷，江东才俊美男子哦，帅吧？哎，道玄去哪里啦？刚刚怎么都没有看到他？到底在哪？来者何人？谁的声音？我曹操士爷。曹操怎么变得这么小？我不仅是大名鼎鼎的曹操，我还会跳健康操。健康操？弯猫、出猫、追猫。啊，你不要闹啦，不好笑啦，赶快出来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个戏台，而且它里面啊，我跟你讲，超酷的是它这边可以演很多那个台词，可以让你演哦，你很哪一个哪一个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很酷的是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，来演一下。哇 ，Hebe， 我有句话想要跟你讲很久很久了。什么话？就是我爱你。真的吗？我也爱你。基隆是一个海港型城市，也就是一个靠海生活的城市，船当然就是一个最可靠的伙伴咯。而我们现在所在的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，就是一间专门介绍船的博物馆哦。哇，哎，李老师，哎，这个怎么那么大啊？哦，做的好精致，对啊，好漂亮哦。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艘船跟那一艘船有什么不同？哦，这一艘我们仔细的看一下，它其实就是三亿的木雕。哦，你看它用紫檀木来雕。紫檀木啊？对，紫檀木。所以这个颜色就是因为那个木头的颜色，颜色本身的颜色。哇，它不是好看的。二三四层楼哎，所以它叫楼船。楼船哇，对，你看那个如果皇帝啊，他要参观景色啦，或是要坐这艘龙船去外面游玩的时候，对对对，而且他雕的很细，对，你看他那个衣服上面都看过去，都可以看到，对，对啊，很清楚哎，那个上那个钟啊，那些都有雕进去，那个龙的那个小庙，对啊，鸟，或是他连鸟都刻得很清楚哎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，哎，那边还有一艘哎，这艘呢是我们。那它这艘船，如果说我们仔细看的话呢，它甚至没有用到任何的钉子或什么，它是捡人家不要的，我们就免洗块。免洗块，对，免洗块。我刚刚很像牙签啊，对，牙签的头，对，有看到，下面都是竹子。哇塞，你看它那个龙，鳞片都做的栩栩如生。哎，真的是，哇，这个超级难哎，超厉害哎，这个东西都很，一般都会以为说整艘船先把下面的楼板做好。差不多做上来，他说这样会限制他的发展跟他的创意，一定要从最顶端上面一直做，然后慢慢的去延伸。哦，真的，他是从上而下，应该从正常都做模型是由下而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呢，那就是孔明锁。噔噔，它是中国籍的魔术方块，我觉得它就是感觉好像很酷哎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，就六个要组成这个魔术方块。我们来比赛。好，预备 ，Go！ 我靠，一二三都分不清楚。我说这两个笨蛋，你们都联手了，图也在前面给你们看了，你们实在太丢脸了吧？在完成了这项巨大又艰难的挑战后，我相信两位主持人的默契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三国特展不仅可以玩到三国小游戏外，也展出了很多像是三国的船只介绍和一些三国时期名将的佩戴武器。馆内也配置了三国时期的服饰，让游客进行拍照留念哦。真的是，怎么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撞山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专业能力不够。认真吗？那你知道要怎么办吗？怎么办？来，赵舰长是，我来教你。不要撞了！好了，我来教你啦。我跟你讲呢，开船是需要一个魄力，你知道吗？魄力吗？什么魄力？来开给你看，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救回来了？有没有？真的帅哦！在这个 moment， 我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说。什么话？其实。我想要带你去北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带你去看北极光。真的吗？哇，好高啊！还有北极熊。
开心之余呢，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这一栋那个博物馆介绍很多船只，对，然后你看到这三楼可以亲身体验，它可以自己开船，对，我们现在在开船，而且很真实，你不觉得下面还会震动吗？对，我们刚刚你看，我们只要一撞到那个，它的地板都会震动，都在震动，而且旁边还有一个雷达，哎，在侦测鱼尾，我觉得真的很酷，酷，而且它那边有模拟全景。撞，我们那个要撞到冰山了吗？你要撞到冰山了，哇，怎么办？快敲，把它调出动。哇，现在太开心了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到了庙口的中心点呢，而且人山人海哎。而且你没有发现，全部都是卖品店。我没有吃过。走，我带你去吃，走。人家来这些啦，好不好？然后买人家米粉。对，好味道，不会。好吃吧？它舀起来舀劲非常的够，而且它这个汤啊超鲜甜的，它有那个肉鲜甜的味道在那个汤的里面。它的那个面皮真的好 Q 哦，就是它的那个好弹牙哦，真的超弹牙的。哇，这原来这个就叫做顶边坐，好，虽然有点难念，可是好好吃哦。身为庙口招牌特色小吃的顶边厝，一直是所有来到庙口夜市必尝的美食。汤内不仅有肉羹、香菇、金针、笋丝，还有高丽菜、虾仁糕等等的11种配料，实在是让人不禁食指大动。再看看这人山人海的排队用餐人潮，真不愧是庙口夜市的首选小吃。真的超好吃哎！拜托，你不要小看基隆，基隆的小吃可不止这样。他说基隆小吃不止这样哎，哇，第一道菜就已经这么美味了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吃别的。真的吗？还要带我去吃别的？哎，走。庙口夜市的形成其实是个趣闻。早期这里因为香火鼎盛，开始聚集了大量的香客，使得一些小吃开始来到这里做买卖。结果做着做着，因为东西实在太美味了，有口皆碑下，引来的食客越来越多，也就形成了以美食取胜的观光夜市了。于是乎，名满全台的基隆庙口夜市就这么诞生喽。我们买到了很好吃的泡泡冰，基隆名产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？是。我们呢，一整街逛下来呢，我们买的这个苦茶完全没有喝。对，我们完全不敢喝，因为真的太苦了。我们刚好几次在那边啊，就是想要就是把它喝起来，结果又发现它是苦茶，默默的把它放下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呢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要猜拳。如果呢，配输的人，我们要一次把这两杯喝完。我跟你讲，这赌注超大，因为这真的很苦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最女生撒娇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帮她干一杯啊！我这彭于晏好帅哦，哇！干杯！哇，赞！彭于晏帅，好，换我。哇塞，真的有个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苦，真的很苦，大哥真的很厉害，谢谢大哥。哇！赶快我们的冰，哇，受不了了！天哪！我赶快来吃冰。先拿一个。你吃的是情人果，对不对？哇！怎么样？先苦后甘。这就是所谓的先苦后甘吗？我的是花生的哦，哇，好香哦！而且它这冰好特别，泡泡冰好吃。而且它这个冰啊，很黏，很像是用那个冰沙下去打出来的。来吃一口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呢，是一整天来了那个基隆庙口逛啊，真的吃了好多好好吃的东西，真的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不是基隆人啊，我自己刚进去吃了很多，真的很好吃哎。今天基隆啊，就是我觉得一整天下来行程啊，就变得很丰富。你可以早上先去渔港吃鱼，然后再去阳明海洋文化中心，对，那边
边很有趣，庙口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下次一定要来啊。我们今天听了好多这种惊险的故事，但是还想再听哎，怎么办？就再来嘛，对。好啊，谁怕谁？因为我们这一整天节目可以聊很多，聊很多哎，对，而且旅行真的是宝藏，对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很好玩。不要跟那个坚持350的朋友在一起，不面前来个西南嘛，真的，危险，注意安全，是，对对对。然后希望各位都可以就是开开心心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